自助百汇琳琅满目的菜色让人看了食指大动，还有小朋友最爱的冰淇淋跟蛋糕。以前小朋友来用餐，爸爸妈妈可能会觉得不划算，不过现在因应中央公园改造大成功，吸引大批小朋友玩耍，脑筋动得快的业者也推出了小朋友用餐的优惠，希望能将中央公园的游戏人潮吸引到饭店。目前这新竹市最夯的中央公园呢，就在我们饭店旁。那里面有非常儿童喜欢的这个欧洲进口的设施，所以呢，食谱自助百汇啊，其实也有很多儿童的优惠。那家长可以带小朋友到中央公园玩，玩一玩之后到饭店来用餐。那像儿童优惠的话，5岁啊，或者是120公分以下是免费的。那120公分以上啊，到130公分，其实他享有儿童优惠，那每人只要362元起。另外，迎接即将到来的中秋节4天连假，以及加码放假的教师节，饭店业者也都规划好了系列的优惠，希望能够吸引消费者上门。那中秋节有4天连假，那这4天连假呢，我们饭店是没有特殊节日的规定，那完全是适用于各种餐券，还有各种的优惠的票价。那其中呢，这4天的中秋连假，我们还推出了这个现烤卤猪、烤生蚝，拿各式的那个烤物，还有啤酒畅饮，非常有那个中秋节的气氛。初秋的9月，饭店业者抢钱不手软，因应不同族群、不同年龄层规划活动，要让大家吃到好料，但是荷包又不至于伤太重。开播新竹陈洛怡虹蔡文琪采访报道。